开创全英教学模式，打造独特魅力校园。比如说远西、非洲、非港、非英、非美，我们是一个在探索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婴儿。推行博雅教育理念，坚持人才全面发展。那全英教育是个目标嘛，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年轻人能够全面发展，要有学问，也有道德嘛，啊，这很重要。欢迎收看《感悟中国》栏目，本期节目 UIC 的跨越之路上集。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可追溯到有虞时代。上古舜时设翔为教，分下翔上翔，七岁入下翔，庶老为师，十五岁入上翔，国老为师。从古至今，中国教育发展史延续几千年，不仅创造和传承了璀璨文明的中华文化，也造就了中国人好学重教的优良传统。1878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若瑟在上海沪西购得84亩土地，建立了近代中国内陆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接管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高等教育，在211所高校中，接受外国教会津贴的学校约占1/3以上，是帝国主义向我们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教育主权不在中国人手中。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自从2003年9月1日实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开始，在中国本土接受高等教育多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中外合作大学。10余年来，这些被外界称作通往海外留学的跳板，为国际输送人才的黄埔军校，对中国的高校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最有用，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只有当他培养的人才摆脱了享乐主义、科技迷信和物质至上，那么中国才可能持续的发展、永续的发展，同时也能够给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进入21世纪，每年6月，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成为中国社会一道亮丽风景。然而，寄托万千家庭梦想的高考背后，折射出对优秀教育资源的残酷竞争。创新高校办学理念，提升中国教育水平，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多元化发展，成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与担当。但是我们觉得呢，包括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很多大学都基本上重视研究，对教学、对教育没有那么重视。那么我想，要是我有机会来办个大学，一定要把教育育人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研究放在第一位。2005年，经教育部特批，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在广东省珠海市携手创立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简称 UIC。 我第一个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它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中国是处于站在前列。我第二个母校香港浸会大学，身在香港，
面对着全世界，他可以更捷便地获取世界上教育领域、学术领域的最新的信息。于是，我作为婚姻的中介人，我就让两个母校结合。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越来越凸显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商务知识、精通所在国语言、熟知所在国文化等的高层次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匮乏。为应对我国对国际化人才的日益需求， UIC 的全英文授课模式打开了中国教育事业中一扇崭新的大门。I mean, it's unique in some ways being in China and being able to teach in English, of course, just the language difference itself,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at provides for me as a teacher, but also for the students.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and ties into what I said earlier about a broad education, but also a broad outlook on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we think of that as being important for our students, but it's important for teachers as well. And I think for foreign teachers coming to China, most can't teach in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unless they're just teaching English. But even then, they're very disassoci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university, the rest of the staff. But here, you get foreign teachers who are teaching and learn more about China.Other places where you would get that, they're already going to know quite a bit if they know Chinese quite well. 香港在教育上普遍采取两文三语教学形式，从幼儿园开始就非常注重英语学习。UIC 的创立者吴清辉校长和徐世雄副校长都是香港人，是他们将这种全英文的教学模式带到了内地。成功并非一帆风顺，香港人来内地办学，想要成功更是难上加难。怎么做宣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怎么宣传 UIC。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 UIC 对他们所有的家长来说啊，特别是一个什么概念也不太懂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啊。第一年。我们教的时候已经八月了，广东省都所有的教资都完成了，所以我们教到的是三本线的还没有入学的一些同学，你可以想象啊，所以这批同学，他英语的水平肯定不会很高，进来我们又要说要传英语教学，你可以想象那个困难有多大啊。200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273所，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UIC 作为一个刚成立的本科院校，如何在众多高等学府中脱颖而出，开展全新的教学模式，对 UIC 的老师和同学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同学们经过一个学习的完全不懂，慢慢的半懂，然后就最后算是比较懂，所以同学们也有很大的满足感啊。很多同学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听到英文讲学的啊。那么第二年我们开始正常的招生，到第三年我们觉得要改了，所以第三年我们就二本招生了啊。第三第四年都二本，第五年开始就慢慢的全国一步一步的全国都一本招生。自2007年起 ，UIC 与美国明尼苏达州私立大学联盟开始定期举办中美博雅教育论坛，两国的大学校长和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进博雅教育的创新与发展。2017年暑假 ，UIC 送出300多名学生到14所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西班牙、奥地利、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大学进行暑期学习。
目前已经和 UIC 建立合作关系的院校总共有35所。通过交换学习，可以让同学们开拓国际视野，零距离感受不同国家文化的同时，为将来升读世界名校做准备。就是有个家长曾经跟我们反映说，他说呢，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孩子放在你们 UIC？ 他说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呢，他除了能够读一个专门的或者专业方面的一些课程，他说另外一个呢，他说顺便也读了另外一个专业，就是英语啊。所以呢，他其实是读了两个专业，这样子一个概念。UIC 开创的全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的同时，能够熟练应用了一门语言，为学生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在课程设置上， UIC 与国内许多大学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你在大学仅仅学知识其实是不够的，你要学会展示自我。像 UIC 的那个课程设置里面会有很多的课堂展示这方面，而且是要用英文，就是说你要去到讲台上去跟整个你的同学包括你的老师分享你的观点。 UIC 的校训为博文雅致，真知笃行。作为国内第一所践行博雅教育理念的现代化大学，他所提倡的博雅教育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注重个人心智的拓展以及人格的培养与塑造，推行全人教育，做到让学生能够多元化、个性化发展。UIC 最特别之处就是它充分的给学生自主性，它有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去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喜欢做的事情，学校也会充分的去支持。大一那一年暑假，我们去参加全人教育一个青藏之旅，到了哪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当地有老师有教授去联系当地的企业，带我们去参观一些基础设施，去参观一些动物或者说那个环境保护地方，看看我整个现在的那个中国的一些野外生存环境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是无形当中去培养你软实力，不能只是躲在你的象牙塔里面去钻研那几本书而已。讨论犹如觅食，思想好比利刃，两者相互碰撞才能使思想变得更加锋利。作为 UIC 创立的领路人，校董会主席许家禄、校长吴清辉为 UIC 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们坚持的教育理想和信念是将 UIC 打造成一所一流的博雅型大学。我们的教育理念，我们希望培养他做个传人，能够全面发展，做个君子啊，这样一来他就肯定能够发出更多的正能量，为国的民族啊，为甚至可以说为世界做事情，这个是我对他们的期许。UIC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开创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的先河，让我们见证了这座大学的独特魅力。它用雄厚的师资力量、先进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承载祖国辉煌的时代梦想步入新的征程。他们靠坚持和匠心为中国制造注入新的品牌内涵，他们以开拓和创新引领互联网时代的趋势和需求，他们凭智慧和洞察贴合更加多元积极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背后是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乃至生活方式的变迁。读懂他们的故事，感悟今天的中国。
建设新校园，开启新旅程。有了这么漂亮的校园，我们已经老早跟着珠海市有共识，中央大学小镇。展望新未来，实现新跨越。未来呢，我觉得原先的有很多事情还可以要做，而且应该做。欢迎收看《感悟中国》栏目，本期节目 UIC 的跨越之路下集。2005年 UIC 创办至今，金凤路28号承载了 UIC 12年的记忆，艰辛与欢乐，挫折与成长。从2017年9月开始，金同路2000号成为了 UIC 的新身份。吴清辉校长在新校园启动仪式中这样讲道：“什么原因把我们这么有劲头啊，拼命为 UIC 继续办好呢？其实我们有最优秀的学生，这就是我们的动力的最大的源泉之一。”UIC 新校园的建成，意味着 UIC 将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从最早只能租用北师大珠海分校的教室宿舍，再到今天拥有教学区域19.5万平方米，整个新校园共建有9栋教学楼、14栋宿舍楼，加上文化创意群落等，可容纳6000名本科生及1000名教职员，完全满足学生需求。你自己说啊，我办得很好，我是怎么样的？这个一定要有一些指标吧。那么我相信，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说呢，我们得到当地政府、珠海政府的认可，这个是很关键。我觉得，当他们珠海政府来了解我们的情况，那么感觉到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地方的确是不够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学生的人数一路在增加嘛，但是当时我们的学校校园里边呢，大概只有200亩的地嘛，那么所以呢还是有一定的限制，那么所以我们就积极的跟珠海政府沟通，那么他们也非常理解我们的这个困难。新旅程的开启，这是12年里 UIC 无数莘莘学子和老师共同坚持和努力的结果。新校园、新学习资源中心的投入使用，学生的学习环境得到显著改善。UIC 图书馆现有纸本藏书逾25万册，种类逾22万种，中英文藏书比例为2:3。读者可通过馆际互借服务，获取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大陆各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馆的文献。硬件设施的完善，是 UIC 接下来在教育领域中就有了更高的追求。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呢，把研究院，那么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个研究院能够搞起来啊，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一个大学来说呢，是比较完整了啊。那么虽然我们也知道，特别我也很强调，博雅大学的特点不是跟研究型不一样，我们虽然非常重视那个本科教育，可是也应该做研究，而且你不研究的话，你就没有前沿的知识啊。那我们鼓励同学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啊来多做学问。UIC 在注重国际化发展的同时，还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学生在国情国学教育中掌握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发展，在古琴、射道、皮影、雅乐等课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2017年12月9日，由校董会主席许家禄教授倡议成立的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正式启用。传统建筑的艺术审美的雅韵与 UIC 新校园的现代气势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赏心悦目，这里将成为 UIC 一道的宜人的建筑与人文的风景。良好的办学成效和教学特色为 UIC 迎来了全新发展的契机。
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肯定和支持。在新校园建设的同时，还计划为附近一带打造大学小镇，创造浓厚的文化艺术交流氛围。 UIC 鼓励师生服务于社会，积极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去，通过走进社会，培养全人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和我的很多的校友一起去做公益，我们为贵州毕节然后的纳雍县当时通过街头募捐的形式筹款了100万去做希望小学，加上学校去支持和鼓励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让这样的想法落地生根。也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锻炼了我。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 UIC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UIC 用卓越的教学理念和教育优势赢得了同行业的肯定和赞许，在全国与许多中学达成联盟协议，成为优质生源基地。UIC 因为它是小班化教学，其实是更容易让学生啊有一种公平的机会去体验和锻炼，它能关照到每一个学生。因为 UIC 它的很多课程呢，它确实很注重就是实践和体验，让学生呢在这种实践和体验过程中不断去尝试，然后去思考，然后呢去提升和发展，包括平时一些作业它都是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目的不是跟什么学校去竞争啊，还是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博雅这个东西呢传到起初广东省吧，然后就全中国啊，是给学生一个选择。学院建设并非闭门造车， UIC 扎根本土，整合大学资源，积极回馈社会。 UIC 与珠海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助力珠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 UIC 利用暑假时间培训中小学英文教师，联合斗门区河口渔业研究所建立珠海市农产品质量与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试建食品安全监测体系。国家中市都提倡双一流，那么我们也可以双一流啊，是吧？第一，我们是一流的渤海师范大学；第二，我们有的学科完全是可以一流。那么事实上我们铺垫了这几年啊，比如讲我们今年跟联通合作要办那个大数据的产学研的中心已经在建了，这个大数据中心一成立，那么对我们的学科也有很大的推进作用。纵观世界形势，强国必先强教，如今的教育已经进入战略谋划时代，优先发展教育成为强国致富的新道路。十几年来， UIC 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源源不断为国家输送高科技人才，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我们跟珠海市的紧扣在一起啊，说珠海市也给我们大的支持也是原因。以后发展我们也会朝这个路上，因为我个人认为一个大学一定要为当地的社区服务的，一定要的，你有责任要提高当地的文化也好，科学也好的水平。时间的齿轮从未停止转动， UIC 的出现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改变了以往大多数人对传统教育的看法和观念。作为中国首家中西方教育结合的学科院校，成为了教育改革中的模范和标杆。在未来， UIC 还有着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愿景。那这个新的开始，首先要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怎么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怎么为国家的大湾区战略的实施，怎么为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的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做出 US 的独特贡献。有了这个新的更高目标，他叫围绕着这个目标去布局，比如在 US 这个未来的工作中，怎么把北京师范大学优质的中国优秀文化、中国教育、人文社科基础里的优势来支持 US 的发展，怎么也利用香港浸会大学它的一些优势来支持浸会US 的一个发展，怎么更好的在互联网加教育、互联网加传媒这样一个条件下，利用北师大在新媒体、融媒体的优势，利用香港浸会大学在传理学方面的一些优势，来推动 US 的在这方领域的发展，构建一个三方合作的良好的新机制，实现一个快速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的文化，这个的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富强华夏，梦想中国，十二年的光阴稍纵即逝， UIC 如今已经发展壮大，但几位建校领路人却均已年过八十，步入沧桑。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就没有 UIC 的今天。他们用自己十几年的心血，铸成学生通往新时代梦想的桥梁。他们将自己毕生的教育热情，都挥洒在这片育人的土地上，让每一届学生都能够茁壮成长。UIC 在本科教育的成功，为未来带来无限可能。不论 UIC 的明天发展得如何成功，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对学生的期冀也始终没有改变。说我这一直都鼓励那个我们同学们，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幸福的一代，他们一定不要忘了前人为他们铺垫这么多的好东西。那么我们特别要提醒他们要懂得感恩啊，要感谢他们父母亲，感谢很多支持他们的人，包括社会。所以我觉得他们时代的使命，第一不要忘记其他人，要感恩；第二呢，真的要参与那个实现中国梦啊，中华民族复兴，所以他们应该要真的要投入做这个事情啊。我们要投入这个事情呢，就要为世界做贡献了，不是光是民族复兴啊，所谓共建的人类共同体。我觉得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高调，也是我们对 UIC 的同学的期许。教育家陶行知曾言，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UIC 多年来推行的博雅教育，正是践行这一点才走到今天。为学生不为自己，为祖国不忘初心，十几年如一日， UIC 的几位领路人毕生追求的教育理想，让我们对教育看到另外一种可能。这是 UIC 在教育领域中的重大突破，它的成功让我们坚信人类的进步永远不会停歇，全面发展的人才将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新明天大放异彩。